吃饭今天吃南瓜，断了。酸辣生姜，豆腐菜，花生。木耳丝，烧糊了，再来一个姜片，解腻。
咬不动，拜拜。高粱糍粑，这个是小火煎的，送了个豆粉和红糖，一斤，然后一斤有这样的八个，多包更划算。到家小火煎，或者是油炸，或者烤都行，有时候可以拿来蒸嘛。这是豆粉，熟豆粉。煎糍粑的时候一定要把中间煎透，中间煎透才好吃。如果姐妹们喜欢吃那种糯糯唧唧的，可以去试一试。高粱糍粑，多一点，哎，这个多一点。看它这个，煎出来它就是比较糯。尝。姐妹们，如果喜欢吃那种糯糯唧唧的，可以看看，外焦里糯。没事啊，我吃这个嘛。太弱了，导致了不好吞咽。它这一层皮儿都煎得比较焦，说出来。